鱼友们，咱们今天呢杀菌了啊，我这边呢选择的是二氧化氯进行杀菌，大概呢是400升水到500升水一片，咱们主要呢是看一下这个二氧化氯的含量，然后咱们再定放多少。咱们像这个二氧化氯呢，在咱们平时呢养鱼当中呢，很多鱼友也都在用。像这个二氧化氯的话，主要呢是针对咱们水中的游离子菌进行一个杀灭。咱们平时呢在使用二氧化氯的时候呢，尽量把这个水泵气泵呢都关掉半个小时左右，因为这个药的话挥发比较快，在水中的最有效的时间呢是1到2个小时，所以说呢咱们尽量呢给这个气泵水泵都关一下。